啊，完了最好咱们把那个啥过过，要不然白瞎了，还有300多个。啊，我看看啊，刚刚菲儿加了我好友，被我拉黑了，那都是骗人的，我不会加你们的好友的，一定要记得啊。歪歪我也不会加你好友，微信也不会加你们的好友，我的微信的好友呢是3个 F， 3个小写的 F， 完了数字是4823，欢迎超哥，欢迎林超哥，剩下都是骗人的，但是这个呢你搜索不到。哎呀，说的微信，我微信都没有登上，我登下微信啊。剩下都是骗人的，因为啥？你说主播没有主动加你们好友什么的，这都是骗子，千万不要相信。但毕竟那个啥嘛，这个现实也有骗子，网络上也有骗子，咱不要去搭理他就好，也不要跟他去那个一般见识生气，咱们是宰相嘛，对不对？咱们就多提防点得了。我微信没有上，我看见刚看见你们说话。那也不是，因为也不能说这么说姜太公什么钓鱼，因为都是喜欢菲儿才会去说，哎，想支持一下呀，开个守护啊，刷个礼物啊，正好有一个欢迎小乙哥，可能正好有个充值返利什么的，可能就您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说才会上当受骗。这份上当受骗，所以说我感到心疼大家，是因为都是真心支持我的人才会上当受骗。如果说对他无关紧要的人，也不会花那份钱支持你这个主播，您说对不对，大家？所以说我的心会挺难受的，有的时候，因为面对一个喜欢的人不会想那么多，可能真的就是他们就利用了这，哎，菲儿家跟我说话了，哎，帮我过过任务啊，充个值啥的，可能没有多想就去帮忙了，真的全凭一个喜欢才会去可能上当了什么的。所以说我心里边可能会有一点不咋太舒服，难受嘛。沙漠骆驼呢？好，你这记性可以啊，我都给忘没影了。唱一个，谢谢启航哥。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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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升个调。
有多少嘞？还有200多个。连一下，咱家温柔休息一下。啊呀呀呀！嗨，菲姐姐好。哎呀，叔叔，三百多个姐姐们好，听见了。谢谢炮哥，谢谢咱家兄弟们送来的礼物，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这个衣服好看哟。哎呀，我就可羡慕你们身高又高，完了还可以这么瘦。你说我，我就感觉我也长肉了。我说我要减肥，因为每天晚上你都没有多胖呀，你没有晚每天晚上我就是下播以后就12点嘛，然后必须得吃一顿，要不吃睡不着觉。我还好吧。欢迎七公子，把七公子抱一下。我还好吧，我现在天天晚上都不吃饭了，我天天都是5点半吃饭，消化一会儿之后。那你直播这么就是2个小时以后又蹦又跳的，那你下播以后不饿吗？饿呀，饿也不吃。那怎么办？就早点睡觉了嘛，就下播之后洗个脸，完有的时候手机就直接10点多我就有的时候关了嘛。Hello。有的时候就关了，完了就早点睡。天天的时候6点半，完了7点左右我就起来完了。我咋那么不相信你早点睡呢？嗨，每天我都就最近哦哦，最晚的时候也就12点多，最晚的时候也就12点多。你不信哈？真的，我都不相信我自己做到了。对呀，因为你以前的时候每天都很晚才睡，天亮才睡觉，不行了，对对对，现在坚持不住了，身体受不了了，所以说把规律调整一下，晚上的时候很少跟大家聊天了，就，是这样，这样好一点，因为自己身体比较重要一点嘛，照顾好自己，能尽量还有大家，能尽量早睡的话就早一点睡，是不是想我了，七公主？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呗，让我们温柔唱首歌吧，温柔唱首歌送给大家，喜欢我们温柔的，给我们温柔也点点关注哦，谢谢，啊，想你了呗，没看出来。我来找一首这个吧，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因为菲姐唱这个特别好听，我就把它给学会了。今天穿的这么有女人味儿，我谢谢大家扣66，辛苦了，然后咱们把真爱过一过哟。是睡衣，是裙子。不要虚情假意的表达，不要精心编织的神话，我的心需要一个幸福的家，不是在谎言城堡里枯萎风化。不要花言巧语的情话，不要逢场作戏的听你哥哥，谢谢，然后希望哥哥能种些花送给你。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需要你用心的装扮她，给她温暖也给她。大家把真爱过一过哟。不要花言巧语的情话，不要逢场作戏的发麻，我的爱需要一个快乐的家，懂我的人就能明白我想法。
好听。哎，我记得有一天你那天来唱那个歌，我挺喜欢听的，我没有听过。谢谢听雨哥，爱疯了吧？是爱疯了还是吉祥飞舞？吉祥飞舞吧，应该是那首歌，应该是那首歌。完了，没有做战役任务的兄弟们，我们还差169个人。哎呀，169，好吉利的数字哦！哎呀，包括里那个免费的啊，免费的那个真爱，大家搜索，还有100多个，我们就过去了。加油，加油，加油！让温柔再来一个。没有点关注的，把我们的温柔关注也点一点。一会儿温柔正好唱完了，我们一起去那哪儿？我们一起去插戏那儿啊！太晚了，那咱们就来吉祥飞舞。那首歌比较欢快。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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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有小号的话，大家可以上上小号，谢谢谢谢。完了，可以给我们七公子也点点关注，谢谢谢谢。好，那我就先闭麦，大家没有过任务的，谢谢，拜托了，我们尽快的过一下任务了，谢谢。嗯，哥哥姐姐们，你们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咱们把真爱过一过哟。嗯，然后一会儿咱们好，我先来一首《吉祥飞舞》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包裹里面那个真爱，包裹里面有个心啊！没有开真爱的可以开一下，有小号什么都可以开开一开，做一做真爱任务。辛苦了，辛苦了，来跟上我的节奏，跳跳起来。翅膀，你就变成凤凰。我知道你有那种力量，每天迎着朝阳，披着一阵霞光，一身高歌多嘹亮。在这大好时光，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前方的辉煌。一路花儿绽放，风吹天空晴朗，无限大的是希望。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你的心，你的情，你的梦自由飞翔。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一片天，一片地，都是美好的景象。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你的心，你的情，你的梦自由飞翔。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一片天，一片地，都是美好的景象。感谢谢每位小哥小姐姐们，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一起把真爱过一过，加油！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咱们一起飞起来，张开你的翅膀，你就变成凤凰。我知道你有那种力量，每天迎着朝阳，披着一身霞光，一身高歌多嘹亮。在这大好时光，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前方的辉煌。一路花儿绽放，风吹天空晴朗，无限大的是希望。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你的心，你的情，你的梦自由飞翔。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一片天，一片地，都是美好的景象。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你的心，你的情，你的梦自由飞翔。吉祥飞舞，啦啦啦啦啦，一片天，一片地，都是美好的景象。让我们把真爱飞起来，加油！辛苦了，辛苦了。有小号的，给小号开过来，看一个真爱，做一个真爱任务。包裹里面真爱，红色那个心。吉祥
哎呀，这个歌我就感觉哎呀特别有动力感，谢谢我们林超哥，你就在刷屏练手速吗，我的哥，谢谢。还有100多个我们就过去了，加油，辛苦大家。如果有小号往里开一开你们的小号也行，如果就是说大家没有过任务的，大家可以帮我过一下这个任务，只要刷一个棒棒糖就行，但是如果你没有真爱的话是不算数的，必须得有一个真爱。谢谢我们家的这个兄弟们哈，谢谢，辛苦了，今天过三星任务属实挺为难你们的，9点之前真的是可以了，也算是可以了。哎呀，可以了，真的也是可以了，但是再稍微的速度一点，我们稍微再努力一下。对，我们要去那个啥了，主要是我肚不舒服啊，我想上洗手间呀、啊。包裹里边那个桃心，你看看有没有那个红色的桃心？如果你没有红色的桃心、啊，我看老大穿那个毛袜子，我冬天也穿，没等到冬天呢。谢谢我们公子、啊，谢谢。公子有没有我的真爱呀、啊？瞅，帮我开一个，帮我过一个，还有九十多个，包裹里边那个免费的啊，有可以，才2级，刚开的吧？忽悠我？跟我说，你知道吗？歪歪上我最喜欢你什么的，我一点都不相信，真的。对，我说，我也是，我说你们跟多少人说过这句话了？跟多少主播说过了？真的，我的真爱就2级，以后记得天天帮我过真爱任务啊。刚开就能2级呀、啊？是啊，应该是吧？刷礼物他好像就长得快一点。刷礼物就直接蹦到2级，刚开的，绝对是刚开的。绝对是刚开的，没毛病。已经鉴定完毕了。还有多少个？还有90个。完了，免费的任务还差120个，加油！如果有小号的话，可以开开你们的小号了。就是姐姐，你是不是忘了那个拉弹窗啥的？有没有拉什么的？没有。你要拉个弹窗，可能过得就快点了，我觉得呢。你提醒的太好了，我连弹窗和关注都没有拉。OK。就是玩太嗨，已经忘了。我一天就拉一个弹窗。哦。就我一天就拉一个弹窗，哎呀，好，那我拉个弹窗，我多多少少得唱个歌啊，是不？唱个这个歌。
谢谢凡哥的帽子，哎呀，帽子好珍贵呢。爱你那么久，最后是分手，留我一个人在等候，找一个理由，找一个借口，想让你的再把你挽留，就算是最后的祈求，忘不了我们相爱的时候。我好想再把你挽留，让所有回忆都飘走，好让我们的爱再通红，再灿烂。多个，还有21个，包括里免费的不要忘记哦，马上就过去了。这首歌是任妙音啊唱的一首《想把你挽留》，也是好多哥哥喜欢听的采雪会。爱你那么久，最后是分手，留我一个人在等候，找一个理由，找一个借口，想让你的爱再回头。我好想再把你挽留，就算是最后的祈求，忘不了我们相爱。好想再把你挽留，让所有回忆都飘走，让我们的相爱在最后，在最后。谢谢王子哥，还有4个。天哪，给我整的火急火燎的，谢谢王子哥的棒棒糖，谢谢谢谢。也谢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送的每一份礼物，谢谢谢谢。好了，我也要跟大家说拜拜啦，太难了，今天是插戏的一周年庆，所以说也着急一点，因为去的话可能待一会儿挂一会儿机在那儿陪他一会儿啥的，就害怕大家有的完成不了啊什么的。完成了，辛苦大家了，哎呀妈呀，辛苦大家了。谢谢。那啥，那我就把那个温柔的连麦先断开了啊，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帮我点关注，完了一会儿我们胖啊或者是我们的场控管理人员发一下我们的插戏的那个正好插戏的那个飞机票，我们一起去。哎呀，
我去可能待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回来，卡黄是五组一三一四，然后稍等一会儿我才能回来挂机了。我明天的话应该有九九一的活动，回来直播应该在7:20左右，7:10、7:20左右直播，明天会晚，稍微晚10分20分的。坐飞机票一起去吗？嗯，坐飞机票一起去。好，那我就先去了，先再次感谢咱们家这几位哥，谢谢谢谢谢谢，也再次祝我们骚哥生日快乐，少喝酒啊。也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谢谢，感谢谢谢大家。其实等回来的时候跟大家聊会儿天，其实本来今天想跟大家聊会儿天的，昨天哎呦可多感慨了。其实昨天我睡觉12点才睡的，正常的话我每天都11点左右我就睡了，其实想跟大家聊聊天什么的，其实好多心里话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看时间嘛，要是没啥事跟大家聊会儿天，要不我们就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也行，因为今天还有点事情。嗯，谢谢大家的陪伴，太难了，感觉这一路上。